它开始挖了，水现在流过去，那边要进水了嘞，应该脑掉。好，现在大概是清晨，大概六点左右，我现在等一下准备过去那边，那边涉水过去，应该可以过了。这边水干掉了，看一下这一组吧，看看这一组怎样。这一池水退很多，鱼应该跑走了吧？这一池水很浅，行。那里很浅，都很浅。化石的味道，可以的。这里倒是可以钓。那有一只死掉的超级巨蛋鸟，饵料地鱼饵加上万香王的盖，好嘞。哦，第一尾鲤鱼，第一尾竟然是鲤鱼了，阿呆。Hello， 你好。哇 ，My God！ 啊，这是啊，很多鱼。You love m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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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福直接拖走，今天目标也不是你，谢谢。Thank you。
我不会啥。哦，鲫鱼。哦。鲤鱼，拜拜。哦，蛮漂亮的。捕法，哦，鲤鱼。又是鲤鱼，吼，来尴尬，这个派。小鲤鱼，你看，鲤鱼胸，鲤鱼胸。
漂亮地。挖到是这么低，挖到屁屁呀、啊！好凶。
中了，有没有？这很简单，要珍珠石斑就是这样钓。也是。啊，这只超级 OK 的，钓一百遍它还是继续养。太令人感动了。Hello， 我是吴白啊，现在在八子溪这边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凉凉的，台风的前夕。OK， 好啊，有机会再来这边调查看看啦。好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